后互相的交叉成本。可以单说光日本长筒要卖多少钱？3-4千块到8千长筒要3-4千块，短筒要多少钱？大概也我差不多。我跟你讲，长筒跟短筒其实差不了多少。你看，我精打细算，我今天去哪里买六双？我今天要不是你刚刚说为了我们什么周年大爆炸大促，对，所以把电话线上的时间提供参考。很多人说来，请您教我一下，我一般的靴子我也可以只要加上面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，对吗？超级多功能，而且很智慧。你看我们。在上面也可以，对不对？手环也可以，脚环也可以。可以哦，我还以为短筒只能戴到脚踝，原来可以拉到那个。还有，我跟你讲，你如果要让毛更丰厚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可以戴两组。对，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两个短的就可以套在一起，会让毛看起来更丰厚。这样子吗？直接套在那个长筒圈的上面。对，如果你穿的是长筒的，可以把它套在最上面，让它露出其中一截。我也要买一组。一组今年上节目我就 fashion 了，而且我会发现，你看今年很多大走秀，不管是香奈儿、DNG 啊，很多大品牌好像都有毛绒鞋。一定的，今年的各大知名品牌秋冬流行的各种毛色，我今天一定到位。而且你今年上节目已经好几集，你都是你介绍那个靴子达人，都是你介绍的。而且询问度是第一名哦，询问度第一名。当然，你的脸书上很多人都在问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是真的，我跟你讲，靴子的东西。3000左右，那你今天990，你可以带6双回去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今年的冬天，你应该要多带几组。听到了，不是只有一组哦，不是只有一组，机会只有今天一次。对对对，这机会就是说，今天要爆炸，抱歉，因为电话线上真的太多人等待，请大家把电话记一下，101-6945，101-6945，总共是有几组的组合？6双，2长4短，6双一次带回去，会拿云再省100块。修长而且瘦，那我可以问吗？因为修长跟瘦，我刚才有看到伙伴
没有个价格，就是像这个光美，它只是一般的高跟鞋，普通高跟鞋哦。这今天你 bring bring， 这需要三四千块吧？对，跑不掉。但它很夏天，对不对？对，很脏。我们只要上面盖了一个靴套之后，你是不是有冬天的 feel？ 对，这个在外面买，看一下市场价格，有没有？外面是真的这样子。对，光美上买，你到鞋子也可以换鞋，有没有？就直接加个靴套，会到价格就差很多。是的，你也是用这样的方法。对，光美这不是只有打折，那你换个味道也不一样啊，这样没错。停。这件衣服少了这